今年年货倒数计时，摊商使劲叫卖，提供试吃各种干粮、花生、开心果、饼干和小零嘴，民众可以先尝一尝，再掏钱买。猪肉丝、猪肉干跟。鱿鱼丝、糖果那些啊，都年货啊。因为每年都会来地花街逛逛嘛，今年必行公事，所以也过来走一走这样，然后再顺便买买东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这样。香肠买一送一，最后一天了，真的随便卖哦。除夕前一天，不少民众已经休假，要趁着年前最后一天把年货都买齐。不过人潮和买气似乎不如以往。部分摊商都表示，今年买气少了30%至50%。当然，不止摊商，连民众也感受到今年的人潮少了许多。买气相较于以往就真的低很多，大家只逛不买比较多。可能要等晚上的话，客人会比较多一点。对啊，因为最后的时候就是价格都会比较便宜。我觉得可能有一半哎，因为以前都是人挤人。对啊。迪化街除了干粮、冷冻包，也有摊商推出熟食，现烤香喷喷的猪脚在这儿也买得到。业者为了吸引买气，年前最后一天干脆打出折扣，希望能在休假前拉盘买气，多拼点业绩。中央社记者洪荒君、吴依林台北报道。